没能遵守的约定。谢谢你们专门来看我。杜里叔叔，你要快点好起来哦。好的，你们路上小心一点。说起来，这也算是场很严重的事故了吧？太好了，就是这样。踩到一块香蕉皮摔倒了，正好这时候有辆货车开了过来。好不容易躲了过去，又掉进了下水道里。这就是走路不专心的后果。不要，我绝对不要。汤米，只要做了手术，你的腿就……我就是不要做手术。那是我。你喜欢的迷你特工队，也不会喜欢不听话的孩子的。那你就去把迷你特工队叫来，只要叫他们来，我就答应做手术。这孩子真让人头疼，我们还是别看了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福特呢？是迷你特工队的小兰。你太过分了，塔米。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你不做手术是因为害怕？我才不怕呢。真的不怕吗？其实有点怕。只要鼓起勇气，任何恐惧都是可以战胜的。你是个勇敢的好孩子，对吧？那么答应我去做手术吧，拉钩。我也可以答应你，下次再出现什么坏蛋外星人，我一定帮你击退他。真的？当然了。再见，塔米。谢谢你，小兰。你随便答应人家什么呀？紧急情况，有外星人来袭，请各位马上出动。总部呼叫的还真是时候，就跟他们串通好了似的。怎么像动画里的剧情？不是，就是刚好而已。我们快走吧。迷你特工队 X 变身。有无尽的勇气，来拨云间雨日，我们一起朝灿烂的阳光奔去。迷你特工队最强 X 力量，迷你特工队维护地球，正义和平，正义和平的守护者，迷你特工队。看来不幸能量收集得很顺利呢。现在为您播报一条紧急新闻，外星人又出现了。福特、赛米、麦克斯、露西、迷你特工队 X 出现了，我们的迷你特工队及时赶到了。这些碍事的家伙，把他们全部给我消灭掉。那我们就来会会他们吧。你看好了，塔米。迷你特工队再次将入侵的外星人成功击退了。真不愧是迷你特工队。我怎么感觉比之前轻松很多？这次没有来什么狠角色。这么说来确实是啊。你们在耍什么花招？
是外星人吗？都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你们快躲起来吧！你们来了，迷你特工队。各位，特工 X 机甲出动了，这次迷你特工队一定也能取得最后的胜利，请为他们加油吧！我们上吧。什么？居然伤不了他？X 导弹发射！这么强力的攻击都无法伤他，既然如此，试试这个吧。什么？不可能的！他好强啊！凡人又碍事的迷你特工队。今天就让你们尝尝败北的滋味吧。这样下去我们没有胜算，大家卯足全力联合出击吧。成了，这家伙好像被我们打晕了。好，现在就了结他！雷霆电击！啊！真是太帅了！好痒啊！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主引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故障，现在只能先撤退了，力量太悬殊了。难道你想夹着尾巴逃跑吗？当然不，但这样下去没有胜算。我也可以答应你，下次再出现什么坏蛋外星人，我一定帮你击退他。我答应你，唐米，我一定要遵守约定。
发生的事情让人难以置信，我们的迷你特工队竟然从战场上落荒而逃了。迷你特工队居然输了。